戴上头盔，就是你摆的时候要抓紧。
看这个，这好像卖门票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喝的太少了，刚刚来这边。你今天也不逛。那第二次就是我们也算两次。基本上都选完了，我感觉都明显知道。
Thank you.
能走吗？不能走。我也看过的。
啥的啥地方啊，没听我说。